自嗨锅品牌邀您收看《仲夏满天心》，抽支幸运签，收获属于你的心动，满满恋爱味，阵阵火锅香。四月小火锅就吃自嗨锅。我是无痛症患者，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欺负你啊？千万不要用讨好别人的方式争取别人的喜欢。万一你们再弄出个什么离婚什么的，他就直接可以退出娱乐圈了。你是不是真的要和我分开？虽然我们早晚都会离婚，但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到底想干嘛？想拆了他们呀？你不也是吗？前一天跟我说不要离婚，要好好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今天就跟别人亲密无间的出去约会。我跟你只是契约夫妻，我爱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你凭什么管？就凭我是你老公。天然，做了个什么鬼梦？你好，麻烦帮我把26床的病历拿下，谢谢。嗯。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找我拿病历啊，不然呢？还能说心理上哪些事儿？没想到云大夫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居然会做这种事儿。是啊，这事闹这么大，对我们医院影响应该很大吧？嗯，快去快去。谢谢。云叔，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上班吗？你还好吗？我还好啊，谢谢你借我住的地方。只是这件事还把你牵扯进来了，我们暂时还是不要见面的好。我最怕的就是你在意这件事情。我只是不想连累到别人。别人是指泽一？那天是我不好，我不是，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的，只是我最近脑子有一些乱，需要一些时间整理。我可以进去吗？哦，可以。喂，靳泽一，最近网上的行为怎么回事？怎么了？网上都说你和天然出了问题，还把云叔牵扯进来了，怎么搞的？牵扯到云叔你就着急了？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到底怎么回事？不用你多管，没事，挂了。喂，你找我干嘛？到底怎么了？天然人呢？你找到他了吗？没有。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怎么憔悴成这样？
我认识你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天天都跟中了邪一样。你找我来就说这些？我说的不重要吗？你是一个偶像，你是一个艺人，形象很重要。你以为你的粉丝喜欢你什么呀？你原来做得很好呀，身材管理、形象管理、情绪管理，你怎么跟今天什么都不会了一样？我跟你说，泽姨，你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很为你担心。我挺好的，有什么好担心的？是你挺好的。你知道我每天要接多少个电话吗？但凡跟你有合作的品牌、客户，每天都给我打无数个电话来问询你的情况，就生怕不知道哪天你又爆出来什么事情，你就跟个定时炸弹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最近状态很差，但我脑子真的很乱。好，那我们先不谈工作。你不是想谈感情吗？我跟你谈。云舒和天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搞清楚了吗？天然会不会因为保护他和云舒之间的这段感情而对外宣布他和你的婚姻只是一场契约？我跟你说，到时候别说感情，你连工作都没得谈。我喜欢上他了。喂，你在哪儿？我们见面聊聊吧。忍不住了。照片是你找人拍的吧？我有那么无聊吗？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背后做这件事情。不是你，也不是我，那至少操纵舆论，往天然身上泼脏水这件事情跟你脱不了关系吧？你知道我的态度，如果你不及时收手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与其有时间把我约在这个鬼地方威胁我，你不如多花点时间陪陪天然了。如果泽一真的找到他了，我想你也没什么机会了吧？什么意思？泽一说他挺喜欢天然的，怎么样，是不是挺后悔当初拒绝我的提议了？天然，天然，吃饭了。耶！想什么呢？没有。
是想回去了吗？尝尝这道小炒肉吧，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送你个东西。这是？这里面是一段我很喜欢的音乐，如果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听一下，或许会有帮助。谢谢你云叔。吃饭，多吃点，不是饿了吗？门窗我都检查过了，一会儿记得把门关好。还有，卧室的门也反锁上。知道了，你放心吧。那我先走了，明早见。你明天要是忙的话，也不用。没事的，明天见，早点休息。好。你说我可怎么办啊？什么？你说让我原谅他，我才不要原谅他呢。谁喜欢他了？你都不知道，他就是个大坏蛋。他对我……可是，就这么原谅他了，也太便宜他了吧？说，你是不是靳泽一派来的？你为什么不说话？最近你一直在找天然。天然，你让他接电话，恐怕不太方便。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让他接电话，现在。如果你方便的话，明天早上9点，我们见一面。喂，喂，喂，阿泰，你查一下云叔，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天然呢？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他的处境，让他冷静一下。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因为你吗？要不是你对他死缠烂打，别人会说他闲话吗？是，确实有我的责任，我不推卸。但那些照片明显是假的，是处理过的。你也知道天然这个人，他从来都是一个不会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但你呢？肯定没少说伤害他的话吧？为了你的形象，为了你的面子，你肯定口不择言地辱骂了他一番，所以他才会大半夜的一个人跑出去。在别人误解他，他最难受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不管怎么样，她是我的妻子，
这是我的家室，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不可能，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会保护好他。至于你，我希望你远离他。我以洛天然丈夫的身份最后再问你一遍，洛天然在哪里？你和天然之间不过是契约关系吧，除了法定关系的差距之外，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会再让你伤害他。查到了吗？嗯，来。嗯，这个面味道不错。好吃的话，下次我再给您准备。哼，好好。侍董吃着呢，找我什么事儿？莎莎，嗯，你先出去吧。好，慢慢吃。你还不知道吧？嗯。您指的是网上有种传言，说你和泽一婚姻的问题有关系。这件事我可以解释，其实不是像外界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两个不过是正常的。你不用跟我解释，关于这个职业操守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了外界对我们公司的观感和信任，所以我不得不腾出手来管管这事。侍董，你放心。我是什么职业，我是什么身份，我很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也不用您操心。泽一的婚姻的确有些问题，但我会处理好。来之前我已经托朋友把这事儿压下去了。嗯，以后这种事情啊，最好不要啊，不，永远不要再发生。 OK， 没问题。记者那边你要小心一下啊，这帮记者现在挖空心思就是要弄你。我知道了，谢谢侍董提醒，您慢吃。哎，都在呢。现在营销号全在黑天然，是不是你在背后控制舆论？照片是不是你拍的？你怀疑我？姐，有人查他照片是从咱们公司传出去的。不是，你们俩在这干嘛呢？来兴师问罪来了。我说不是，你信吗？只要你说实话我都信。你信就不会坐在这里问我了。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做的？不是。靳泽一，你给我站住。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信彼此的。自从这个天然出现，你就变了，你变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我是变了，但是你让我觉得更陌生。哥，哥，想说什么？说吧。我在想，是不是咱们的信息有误啊？我还是不太相信。毕竟，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照片不是运输拍的。去查。找到天然为止。好。
我无条件相信天然，相信我们的感情。你没事吧，蒂芙尼？他们有没有伤到你？弄疼你了没有？对了，我最近有设计一个新款的冰淇淋，特别好吃，你要不要尝一尝？吃甜食会不会让你心情好一点？那要不然这样，你如果实在不开心，你可以骂我两句啊，你打我两下也可以。喝点热水吧。我的事儿你少管。等一下，你是因为我看到那一幕你才生我气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闯进我的生活里来，而且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少烦我。松开。我喜欢你。婚变的新闻当事人靳泽一微博发声，靳泽一声明相信妻子，虽然当事人声明已出，但其他各种版本仍在持续发酵中。与靳泽一合作七年的经纪人洛天然小姐，你愿意嫁给靳泽一先生，无论富贵贫穷、健康或者疾病，不离不弃吗？我愿意。在想什么呢？我只是在想，风筝孤零零地在天上飞着，会孤单吗？在担心他？没有，我只是随便想想。我是说风筝。感觉你有心事，和泽一有关吗？泽一今天早上刚刚发了一个声明，说相信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我没有担心，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看起来傻傻的，但其实他骨子里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对他有什么不良的影响。也许他这么做是符合他的利益，你不用多想。但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只会让他现身在舆论的风暴里，蒂芙尼也一定会很伤心。所以你刚才担心风筝，其实是在担心他吧？我只是在想，如果泽一是天上的风筝，一边受人瞩目，一边承受着孤独，那么一直可以牵着他、了解他的，就只有蒂芙尼。蒂芙尼为了泽一，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活得出去。明明不想我们在一起，可是为了泽一的工作，他还是能忍受。他为泽一牺牲了这么多，泽一应该好好珍惜他。所以你想怎么做？我不想成为他们之间的问题。泽一为我做的这些，我觉得不值得。喂，喂，哥，查的怎么样了？哥，你听说过一个花海小木屋吗？花海小木屋。天然，你下次要是想录东西就来这里吧。哎，前面还有一个小木屋。我知道了。你不回去是怕影响他们的关系吧？我只是觉得蒂芙尼隐忍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泽一也那么喜欢蒂芙尼，他们应该幸福的相伴才是。我不想成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你觉得泽一也这么想吗？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场梦总有一个人要先醒。天然，你总说泽一这么做不值得，但其实你很值得。一直以来，你总是习惯主动对别人好。在你和泽一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一直在静静地做着自己的本分，努力地帮助他，陪着他，哪怕你们之间不过是一纸契约而已。你说什么？天然，我早就知道。其实我想告诉你，你完全不必担心泽一的选择。对于真正在意你的人来讲，你就是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喜欢你。发声，高调声援妻子，无条件相信天然。天然，明天我休息，
要不要带你出去转转？天然，天然，你怎么来了？天然，还在生我气吗？对不起，都是我错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怎么没用？我那是冲动了。但你听我解释，是我真的。天然不想跟你讲话，请你离开。我想我上次跟你说的你没听懂，我再跟你说一遍，天然是我的妻子，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不用你管，懂吗？那我也再说一次，你们之间不过是一纸契约而已，你没有任何权利逼他回去。你们什么时候见了面？大前天，我不是故意瞒你的，只是有些事情，我想以男人的方式单独跟他讲。天然，先跟我回去。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如果照片上被曝光的人是 Tiffany， 你会相信照片是真的吗？当然不会，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知道。天然，天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请回。天然，我在家等你。现在网上都在揣测你和 Tiffany 的关系，说是 Tiffany 插足你们的婚姻，舆论现在已经转了风向。天然那边，阿泰，我是不是很迟钝？哥，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这两天我想了很多，也想明白了很多，可能真的是我太迟钝了，好多事情我都没注意到。你是指工作，还是天然，还是你和 Tiffany 的关系？你比我强。把 Tiffany 叫来吧，晚上我和他聊一下。好，来。记得带回来啊。小动物，哪里有小动物？在搞什么？什么动物？小动物。小鱼，小猫，小木马，还有什么小动物？小蜥蜴，蜥蜴，你是小动物吗？你这么大也是小动物？你是不是泽一派过来的？一定就是泽一派来的。